君如、郑裕玲、叶童、罗兰、毛舜筠五位影后出席星光大道重启活动，一起打手印留念。吴君如中门大开就最性感啦，打手印嗰阵都要就住就住啊！系啊，都要就住啊！其实唔就都冇乜事嘅，我觉得。咁见唔到你咁样着今日？佢今日有冇望到你身打扮？佢咪弹咗个，我有噶，有影俾佢睇下，得唔得啊？咁啊，咁咪弹咗两个。打了兩個咩？嗰、那個 emoji 心心噹噹啊！因為我曾經都係香港最美好嘅時間出現咗喺呢個大家庭啦。好似我哋細個咧寫嗰啲畢業寫啲紀念冊一樣咧，即係見到啲好熟悉嘅字句啊，今日見到好熟悉嘅面孔啊，咁我覺得哇，呢個大家庭我能夠入到嚟，我覺得我好榮幸咯。咁同埋呢個手印亦。自己的手印亦見證我自己經過咁多年的呢條電影路，同埋好多甜酸苦辣，即係湧曬上自己嗰個心裏面咯。我哋以前好興喺尖東海旁拍戲同埋跳海，係啊！尖東海旁曾經喺港產片裏面，即係我哋甩唔少腳毛，即係成日你死啦咁啊，撐佢落海啊咁。啲人睇唔開又去話要尖東海旁啊，跟住飲醉酒又話要尖東海旁啊，咁我諗我拍咗好多戲都係尖東海旁發生咯。